你有什么感想？我不想上课。会紧张吗？不会，我只要不想上课就好。是啊，还不会想要交新朋友？不要，我已经有两个好朋友。是啊，有千年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问旭乐，你要上幼稚园了？嗯。有没有很开心？有。啊，你最想在幼稚园做什么事？做跟好朋友一起玩。不会，啊、你要打算交几个好朋友？100个。这么多个，全部要加光光的。是啊，嗯、啊，旭仁，你现在上二年级了，有没有什么想？要上课。耶！夕阳在上多小了，星星没有多难时间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我打你，我教你一个新方法，回去跟老师说，老师给我看着乱子，不然我不要看上课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打他。阿公有什么心得？阿公说心得很好，赶快去上课，三个人上课加油。谢谢妹，谢谢妹。拜拜，跟我拜拜。Control, am I drifting?